这个是对呀 ，Unidirection Motor 的 programming， 先配那个 motor， 按 Control button， 然后再按后面的 P2 跟上。所以我先 check， 如果要换方向的话，就按上跟下。再换回去。然后自动 set 上线跟下线，你只需要按上两秒，然后就放手。那个模多会自动 detect 上线跟下线。再测，然后如果要调下线呢，就按上跟下，按住它，然后就移位置。然后就塞它，按中。就塞了。这样 remote control 跟 motor 都摆好了。